咱们还得快点儿，然后爷爷家花火去晚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快走。老虎，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啊，好好好。这花馍呀，出锅了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。都有，不着急啊。您拿好了，谢谢。吃个花馍呀，能够强身健体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嗯，吃了花馍就能强身健体吗？就是图个吉利，馒头啊可不会治病。哎，那您可以在花馍里加一些药材呀。药材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比如老虎草能驱风清热，还有黑老虎根可以行气散瘀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纪懂得可真不少啊。那可不，等过了年我还要考进太医署呢。哎，来，这个小老虎送给你，祝你啊像这个小老虎一样虎虎生威，所向披靡啊。谢谢爷爷。